迎收看《金风即时快报》，先祝大家蛇年迎春，百步吉祥。由现任军风乡代表胡昭清担任主播向大家拜年，并手舞足蹈邀请大家到金风乡游玩。随后镜头再转到购物墙棒张大辉。推广洛神咖啡与小米号称的金风三宝，还各自有美女冒出来介绍迎接新春。为了行销在地农产，金风乡长带领公所成员拍摄近两分钟的贺岁广告。金风乡这几年很努力的希望从风灾做一个蜕变重生，那我们也希望在地的产业有很好的一个行销的出口，所以公所这一次特别发想，希望做一个行销的广告，推销我们本乡的洛神咖啡跟小米。蛇年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想要。各村村长入境向民众拜年，金风乡贺岁广告近期透过网络及地方电视台强力播送，也获得民众热烈回响。真的很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很好看。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乡里面的一个发展跟展望，促进我们金风乡的这个农产业啊，还有观光的发展，然后好赞。整段广告虽然称不上专业，还有一点吃螺丝，不过另类的行销手法不仅博君一笑，金风乡长表示订单也因此有增加，可说是成功行销在地农产，让你吃了气色回润。北泡泡又咪咪，记者古鲁三任台东金风采访报道。